好，我们的台南的成功号要出到外海迎接我们的拜访的我们的蓝屿的新满洲，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蓝屿的远道来台南的蓝屿的乡亲。哎，好，有那个黄啊，那个帆船黄色的，它跟白帆中间的那个，那个是带黄色的，我现在它是回去的，中间就是有一个火烧啊，这个是带黄套的，它有给它维持多久呢？哦，那个快艇那个是。掌声，谢谢我们石门国小的跳舞队，谢谢他们的表演。掌声，谢谢他们。好，那我现在要来做一个预告哈，待会等一下那个蓝屿的那个拜访号上来的时候，除了我们原本我们蓝屿的乡亲，他们上去帮忙把大船弄上岸之外，我们其余的朋友哈都不要来碰到这个大船，因为我们怕我们如果手劲不对的时候会伤害到这个我们的拜访号哈，所以请我们只用眼睛看，我们千万不要动手去帮忙哈，谢谢大家。好，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蓝屿的这些可爱的鼓队哈，谢谢他们。